无啊，咩人？帅哥，你要买我卖你多啊啦？来，等两百。我卖你多啊，你要几啊多呀？来啊，两百多啦。这边三头。帅哥，你要搞卖你的青菜，闽南的你。来，两百三。是啊，我卖你，那么好吃的，没有关系，帅哥，买一盒都不会买，没有关系。来，月亮虾饼这个。 月亮虾饼拢无啊，剩只两两个鸡翅咯，这一包两块哦，这一块百二两块二啊是哦，三包四包五包先给钱三百来。哎，三百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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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只啊三百。哎，三百。月亮虾饼，你要三千块了，给你摸起来。我讲等下，我讲等下。干啥物啊？哎，三百。啊，无你要两包了啦，百二了啦，百二了啦。怎样？要两包百二啊？哈？你要现捞，我们办。哦，百二啦，咩来无？ 是毛巾来买，是毛巾啊？你要现捞的啊？捞鱼去个，叫头前个帅哥来帮忙。大鱼个买来无？现捞鲈鱼啊，OK。拢有啊吼。阿叔，这个要我看一下哦，谢谢。来，鲈鱼我来讲啊，青椒嘞啊，还有青哦，我来讲要食鲈鱼的，一个，两个鲈啊，一个一个一个，三百了。三百，第二个。青椒啊，无啊，无啊，龙尾哦。哎，个，哦哦，三百。 大包哦，四分，大包了。哎，三百。卖四分，老五。哎，三百，就毛几只？几只？几只？多少？哎，对对对。哦，三百。哎，好啊。好啊。啊，四五分的对啊。哎呀，四幺六。别弄了，来。毛巾给，哎，就多买多点，自取的呀。自取的，你处理，你给，你就不要分割了啊。 自己去啦，好唔好？哦，哎，恁大家来这包干鱼翅鸡两斤半，剩这包恁买买买五百四百，拢免两百咧，剩这包啥物来啦？加啦，好啊，好啊。来咯，来陪你弄啊，陪你弄个哦。好，来，来嘛，我要一家陪你弄。拢会生呀，拢。无见你叫家己去收落，你去家己家陪你弄哦，家你去收落，你弄嘛，人家弄着哦。 姐，这个两包。我倒好希望啊，不如给他。那好。姐，你查起了啊？你啊，摸到哦，你查啊，规个摸到做广告。你讲啊，你搞迄个吼，迄个小红汤包给个。对啊。来。我见你今麦目前来，剩了五个啊。好，不你给大开来。姐，你去处理了，还帮我处理。来，搞那边小红汤包。 这一包二十秒，我这当个吹吹的做好只啊！我画你三百五百面，然后好家乡的这个迄个小笼汤包哦，两百上面啊。哎，两百啊！你搞咩两百？我一包我送互你，两百好了。哎，两百。有两咩汤包哦？两百俩。哎，两百。这有吹的做好只啊，两百块。两有啊？哎，两百。搁两咩汤包无？两百块。汤包还有要吃吗？两百。我还讲你无咩人给试一下，好嘛？一百了。来一百啊！ 你要两包，两包来啊！来啊！过来要四只，我一包嘛。一包，过来要四只，我一包。头前。加啦，加啦，加啦！三鱼，我两包来啊！三鱼。啊？四鱼。哇，你一边讲，我一边讲，我三鱼。我是，我是。OK。过来哦。过来，加。三鱼。一包够不要的，无没有了。没有。海鲜卷，不要那个小笼包。铁路排骨我要别的。还是要火锅。 来1000的，那个什么，上，包括了，钱收到我了，来，加一个两个汤，你讲那边吃铁路排骨的，三百五百面两个了，两百还是无啊？一两个呀？哦，一份两个，两个拢有啊无？OK，来没有了，200。哦，冰心地瓜无问题，冰心地瓜可以个，来无啊？200块。 哦，两个。哎，黑文你也无唔对。啊，这里面无百五了，无啊。哎，都加了。这哪里？我一个百五了。两百哟，OK。这啊，一个百五上面一个冰箱啊。这啊，一个百五上面啊，无铁路排骨。左边。加了。冰心地瓜里头。哎，靠标了，啊，十几条排骨来。来，我给大家那个大漠冰心地瓜。伊这个旱季哦，我讲唔听。伊这间公司的旱季哦，你等下退冰了，咱食恁千万莫要煮啊。 你家位领导过来就做好食啊，一包一公斤，一公斤呢，我画五百，画四百，拢免。你去西门去全家食好嘛，有够贵的，拢照钱的，先给钱的人给两百，免咯，百好了。大姐，百五啊。还有人要食这个冰糕地瓜无？百五。
百五人要食地瓜无？百五，韩吉，韩吉，百五楼。对，这边就可以吃了。龙虾啊，后来，啊，你帮我那个师傅。好，啊，恁过来买啥？可以直接点菜，没关系哦。九孔。九孔可以不可以？来，改你先来，莫先往那边，莫去。哦，我看看，这边给我看看。小孔是只还是多？哎，无迄种颜色哦。哎，带壳包。伊这吼，伊这人你讲话半斤半两的五百回锅，伊这当个你讲香骨龙，我想加饭加面做好食。一鼎外口420，这两鼎800几块，我免让你加800-700。一个人加两包的半斤半两，同个新价钱的人加200了。哎，两包的。半斤半两这上好食啊，800块。个人要食半斤半两无200了。两包。用我小你加加一块饭，加一块面，有够好食，好食，真正半斤半包200了。两包啊。啊，这你别像我别个，足好食，这别足济，来几个到底差不多200了。两包。来，个人要半斤半两无200块。两百。啊，这个你今日买啥物？要加那个白鲑鱼。鲑鱼啊，鲑鱼够客气啊。来，快点辛苦。鲑鱼上面啊，鲑鱼1000块拢无啊，今仔鲑鱼没有够济哦。十几只咩？十几只咩？没有了。不差两百一千。来，鲑鱼都冒1000片。再来一箱。来。一千。我来讲，今仔鲑鱼全部结束啊，来。OK。来，个人要食鲑鱼的无？拢没有了。一千哦，拢无。鲑鱼够要食无？一千哦。拢有啊吗？我跟你讲，鲑鱼你若无买，人给你试下，看卖500，如果人要试下，500啊，500块试试看看。最好是先买500，够要食鲑鱼的。500拢有啊，吼，都有了。上面食9孔鲍鱼的。我来讲啊，顶面摆一个大，拄仔来买葱肉馅饼的咧。顶面摆这边2000块这，啊，拄仔来买葱肉馅饼买6包咧，你怪无？啊，这我跟你讲，你捌去食饭桌无？来，这个帮我扛下落。饭桌捌食过无？这就是咱讲个9孔鲍鱼食饭桌，你懂啊？这内底有22粒，1公斤。你去食饭桌8000-1万的，就是拢食这個。这都会用炊，啊，啊你用沙，我甲你讲一招上好食。恁家过年啊，一定会食年菜，卖你就家己煮，卖你就订外口的。不管你家己煮，还是讲你订外口的。你的佛跳墙甲南龟粒仔落去，你的鸡汤甲南龟粒落去，我来讲个汤头鸡有够好食。一百只，甲咧餐厅食到煞煞1500块，只阿无1500块，了只高干包，1500加1500偌济？3000。唔免哦，你家3000。我来花你2000，就顶下卖2000花，迄个手袋手袋啊，新价钱唔免啦，新价钱1500了。1000咯。来上面食9孔鲍鱼1000块。千。阿姊，我请教你，过年够有食年菜？有哦。我一粒鲍鱼卖你25块，你唔免想遐济啊！这只高坎鲍鱼全部杀，这一粒卖25块，你买就食鲍鱼。我讲给你听，你若敢给1000块给我的人家，我只要卖卖，我只要搁送你看到，我一粒卖你10几块尔啦，两个就好啦。我来讲最后一个啦，1000来啦。2000啊！呀，一粒10几块鲍鱼，对袂啦？搁一个1000。1000啊！老啊！掏钱啊！掏钱搁一个是的。3000。剩一个你阿无啦？1000啊！咩阿紧的啦？1000块啦！最后一个啦，无啊，1000。1000啊！别看你敢带我过啊！你是甲收过？最后一个1000，啥物事啊无？高干八个人要食啊！1000啊！见到无？现在剩一千，1000有人要来无？1000啊！一家收过，我等下要大卡，你等下坐大卡哦。我还讲三个人家，你两百买过我的高干包，你试食看卖，三块你买几盒当哩？300有人要无？三盒无？9孔鲍鱼。3个。300有人要吃无？9孔鲍鱼，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，谢谢。来，我下只，足水的。来，哥，你甲韭菜水饺啊？你莫韭菜水饺啊？我水饺都卖足济啦吼。我高丽菜水饺都好啊，拢清了了啊。我甲你讲，这韭菜水饺155条，这好食啥物？我问电话安排。这做好起来哦。这100外号55条，上届无爱300块的哦。我100块送你，我100块你。155条，300，165条，新价钱你绝对买无少好食的300了。我一个300哦。生死干杯起来，够两杯起来无？300。哎，300。这个韭菜水饺300块，150块你300了。好吃。中午啊，我来讲，你唔捌买过，你唔敢买啊这。
您全部试吃看卖了，一包了。来一包。试试看看，您买袂买袂一包就看卖。来，几号钱啊？一个啊。一百块，您试吃看卖。买票一个一个啊。一包，您吃看卖，无要紧，试试看看。试试看看，一包不？哎，无一包。哎，一包这个。拢有啊吗？我一包的货啊。一包的货，这一个就好啊。韭菜、水饺都无啊。哎，不要这个，再来两个。你要搁一个。三个啊，你无做好个嘛。我今仔三个，搁一包我了。谢谢，感谢你啊！到最后一包，全部结束，一包了。哎，留起来，倒到你啊。哎，阿杰啊。搁来鲍鱼啊。哎，算了，鲍鱼可以不？最后一包。鲍鱼。这个我包吗？八六。八六。啊，这鲍鱼要吃五包。八六鱼头啊，嘿。我到底用鲍鱼啊，没有够吃，希望给几够吃。来一份啊！鲍鱼这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八，你搞买五八三条，你鲍鱼先给我，四条给你用，五条给你用，六条给你来，要吃鲍鱼几个到底要来五八？来五八一个啊！五八哟！来鲍鱼，我来要吃五条了。哦，来两个五八两个啊！我吃也无吃，箱子给的，赶紧给人倒给几包，先放给。五八收两个，谢谢收的。OK 来。你今日只要我买五百人家，我只条搁送你哦，只条搁请你哦，只条搁来哦，只条搁给你哦，来五斤的见面，五斤的。两鞋啊！来，我等下我再来处理，两斤鞋我再来处理，我先。来，只，搁一份哦。一条米啊，我两条五百，三条四条五百，来六条嘛卖五百，来八条嘛卖五百，那个高于一千五啦哈。我收啊。新上面最好是五百上面哦，五百，来鲍鱼都无啊，一个人加买三百了啊，没有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啊，最后一个三百了，对吧？哎，三百，三百无哦，切个泡面啊，最后一个三百谁要吃？最后一个三百了，要吃无鲍鱼？